终于啊，今天8月19号啊，到了三伏天的最后一天啊，今年的三伏末伏啊，从这个8月9号到19号啊，这样的日子，热浪啊袭人的日子，终于要结束了。今天自己在上海，体感也是觉得有些凉快的，虽然温度还是那么高啊，但是似乎真正的感受到了一点凉意啊。虽然空调还开着，但是相信不开空调的日子就快了啊。我们也期待着这个热浪滚滚的这个夏天啊，早一天的过去啊，让这个钞票呢省一点下来，同时也让自己的生活呢过得正常啊，也祝愿每一位朋友呢，在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，保持身体健康，同时注意这种叫做什么呢，冷暖空气交汇啊，就这种短时阵雨这样的天气的影响啊，这出门在外，晴雨伞必带。